想再爱一次，一生守候。那就来遐讲啦，来看倩倩嘞。天气遐尼冷啊，外口看安尼，互人搭地吼。啊，你家己都爱穿较少啊，莫去感着啊，感着就麻烦啊。你放心，对啊，倩倩，我好久不会烧的，你把我塞奶，我今麦个人就烧的，一点也袂感觉寒。哪有需要遐尼倔强啊？我看你对倩倩也走出来，我你就失望啊吼。对啊，伊啊呢，走到啊垃垃圾味道高啊，都不得注意啊。好啦，无阿杰啊，我没说，即摆想过来艰苦。放出来你我到底是应该安怎面对你较好啊？我真正唔知这样对我来讲，到底是假还是袂当假？无啊，咱就已经安尼啊，对无？有啥物话袂当讲？有啥物代志袂当面对啊？无唔对。我即马心肝是真艰苦，全世界嘛，敢你一人知我咧哭啥，我咧笑啥。我是想应家己你面头前，甲新老人讲出一面口交过，啊，不过我无法度，我做袂到。伊要恨你，我怎想应该做？是吗？甲你毛贴对毛交过，毛爽快。好啊好啊好啊，啊你受袂骂吼？啊你做你妈，我直接听咪好啊。已经无必要。但妈妈给我今麦讲消息给，管咱哪讲啦，过去咱的恩恩怨怨都已经过去啊，啊今麦直接拄着吼，啊无安尼啦，啊你都把我当作是过路的时分人，安尼你心内会较快活，你都安尼对待我就好啊。现在上了解我的人是你，上怕上亲的人是你。可怜咱是啊，阿婆啦。本来是啊，今嘛无要去啊。因为我，知影讲你真无介意我去看倩倩呢，因为你惊我手走倩倩对。你即摆是咧跟我去骗？不是，因为我太了解你啊，我哪有需要过好你搁较晚？
我让阿姨带我去看倩倩。我得怕，伊的问题想要跟你讲，妈跟阿姨才有化妆，她也化解。林刚吧，林刚我再去。你唔知影的时阵哦，对咱三个特别拢好。周一山，林东江，你这就搞明白，挂都挂袂走啊！我跟你讲，我这个人一向就是安尼，若是无达到目的，绝对袂放弃。这就是成功的撇步。今仔日你若无答应我，我是绝对袂走。你，周先生，你怎会输啊？李宗群，你唔免这么紧张。虽然我来找伊，阿姆哥你放心，我绝对用袂妖怪阴谋啊！你是不是欠吧？等下，我跟你讲，这是用公共场所，啊人出出入入遐尔济，你去甲动手也真歹看。你敢要看钱，就真好看。你想讲我来找阴谋，那是因为你的旧项目，啊无愿意接我的电话，我的卡你拢无爱接，所以我只好来找伊。我想要请伊替我转达几句啊，给你的丈人吧。你找阮丈人有什么代志啊？伊是大银行家，啊，当然是要找伊借钱啊。我即马需要5000万，请伊准备一下。你当做阮丈人是开银行的哦？你想要5000万，伊就借你5000万。你就是袂信你，才无想要插伊啊。我跟你讲，我会甲伊借钱，是因为。我要甲之前欠伊的钱还还伊，啊！伊若无借我钱，我是要怎趁钱还伊咧？你免少想，阮爸绝对袂接受你的威胁。是毋是会接受啊？你毋免烦恼啦，你替我转达就好了。这个社会就是安尼啊，欠钱的人上大啦，啊！啊！我要借钱时阵，我今日无爱借嘛。我借到钱的时阵哦，我对方烦恼，我是毋是当害伊？所以，我教恁两人一个撇步。啊！伫咧社会上，唔通凊彩学袂借人钱。啊！你既然若只是借给别人，你就要有心理准备，爱继续来借。你是不是大个歹去啊？我无想要甲你讲遐济。头拄我甲你讲遐话，替我转达互你的丈人吧，讲好清楚。我相信一定会赞成的。周医生，这个代志麻烦你啊。再见。真在笑，根本就是流氓。今麦才食了惊啊！什么意思啊？进前那不是恁爸爸暗中替恁当枪，伊干嘛搞固定？你今麦是要跟我变故事是吧？恁老迄个气力，那无想要替我倒想办法对付恁当枪？我拄则不是替对付伊。啊！若无敢徛在你面头前，该一句来一句去。租金还袂落来？免烦恼，这笔租金真紧就会到位。时间我得请你这大美女替我探亲啊！我
看你堂堂一个理事长，哪会手头遐尼硬啊？啊，即嘛是咧等乐透，啊是咧等全国民众的小额捐赠啊？你嘛无安尼讲，虽然这五千万嘛是小数无，我当然需要一寡时间去准备一下嘛。准备？啊，你的资金相对倒来？哎，你是唔通去借地下钱庄哦？啊，虽然这个投资是稳赚的，啊，不过我是靠坑你啦，啊，唔通因为安尼得去了二三十分的利息钱呢？放心啦，我认为这笔资金应该免利息。没理事，啊，哪有这么好的代志啊？啊，不然你嘛跟我讲一下。天机不可泄露，死狗，我得台财力证明给你看。这么神秘哦。开玩笑，我堂堂纺织工会理事长，什么拢无，就是人缘好，交配快，资源自然就会入来。好啦，不爱讲就准拄煞。啊，不过我跟你讲哦，你是卖好闹鬼哦。放心啦，绝对袂好闹鬼。啊，你即马嘛算是我的财神爷，我哪敢得罪你？你知影就好。美丽的财神爷，唔知影等下你敢有时间通做伙跟我吃一顿饭？就算是我感谢你，即届跟我斗相共。好啊。今仔算你好运，我对我无用人。咱来走。来来来来，李总诶，小姐，我甲你带来啊。哎。你甲小姐传过来做啥？今日我兄弟也要好好饮两杯，任何人都不准来搅扰。是，安尼，等下若有啥物需要，再搁甲我讲。哎，我拄则讲我带位去啊。对，讲到我的丈人啦，伊声声口口讲拢是为着我这囝婿好。其实嘞，伊根本就是为了伊家己利益个嘛。啊，进前甲林东江交加做伙，伊叫是安尼哦，会当得到什么好处？结果嘞，不过即嘛麻烦一堆啊。这就是哦，三好加一好，四好啦。大哥，你妈在想啦？是安怎？你这话哦。是咱兄弟的饮酒哦，配合就好啊。你千万都闪闪面头前讲这话呢，啊那无啊，这对你婚姻是无任何帮助啊。那有什么要紧啊？我怀疑阮的婚姻嘛无什么意义啊。啊，你若是愈安尼想，恁的感情愈恶化。啊，是不是当初恁敢不是讲咱会惊离别离断的？你何必着把你的婚姻嘛，啊，母甲这里唔堪啦？哎。敢是我予代志变甲安尼啊？即摆玉生搁咧挺因爸爸哦，我请问恁，我对伊敢会袂切心啊？三哥，啊做人查某囝啊，本来就应该啊，挺家己爸爸，你就小可体谅伊者。你唔通啊，因为这件代志啊，就拍歹你甲三婶的关系啊。问你们代志哦，千万不能意气用事呢。嗯嗯。他恁两个今麦是安怎啊？一个离婚，啊一个还未结婚啊。哎，啊恁今麦是教我咩维护我的婚姻？天是有啥物资格教我安怎做哈？我唔是甲你教，我只不过是伊一个离过婚，而且得着凄惨教训的人啊。来跟你讲的，是希望你哦，会当加一点仔关心，加一点仔体谅。啊，若无时间哦，你若离婚了，你就当人后悔。是啊，三哥，虽然讲哦，我结婚啦，啊，不过讲到感情的代志啊，
我也了解啊，未比恁啊搁较少啦。相公想对恁啊结婚的，拢是骗人的啊！你刚生早会当顺利结婚咯，那是你好运呐。其他的人哦，无这好运呐。哼，我讲想讲恁两个恁这尼啊好啊，看我心情歹，要无法啉烧酒，结果嘞，原来恁的心内哦，嘛遐尼在乎做代志啊。无啊，那有。嗯哎，我问你，你对于离婚的代志是不是真后悔？没有，没有。嗯哎，喂，你独家明明讲真后悔呢。我跟你讲啦，要维护痛苦的婚姻哦，不如摊在里里较快活。嗯。阿哥，你啦，你讲啥？你要跟人结婚，他不要叫你啊！我甲倩倩啊，今摆已经到最后啊，啊不过就是无法度啊，行到结婚一步啦。我今摆才知影，要将一张啊结婚证书啊，真正无遐简单啦。啊，要好好经营一段感情咯，是够较难啦。你莫讲我啦，倩倩也是要跟你结婚咯。阿你买结婚上好。喂喂喂喂，你买来干派啦？我唔是在跟你干派，我是在跟伊好诶。我跟你讲啊，你有看到中华的惨痛教训了吼？伊即摆是已经脱离婚姻魔掌嘛？啊我咧，是个体内面煎熬咧，上菜未是？我想要离开，我说难免要怎咧？所以吼，你得学较巧的啦，千万唔通够为迄火坑内面甲跳落去，知无？三哥啊，迄是你家己安尼想啦。啊，对中医来讲哦，你结婚哦，唔是火坑，是天堂，嗯？是是是是是，到时阵结婚你就知影，到底是死还是活啦。好啊好啊好啊，来啦，卖讲遐个啦。啊，讲来讲去哦，也是咱兄弟上好。嗯，来喝酒。对对，兄弟上好，兄弟上好。来来，那干杯哦！干杯。来。多么痛的领悟！我跟你讲，听过。别听哦，都卖掉。讲实在，咱真正真久无欢欢喜喜做伙饮酒啊。嗯嗯，对了。哎，今日代志哦，千万唔通有爸知影，啊那无，伊就搁烦恼啊。咱今日给咱恭喜哈，乖囡仔咧做歹代志啊。无唔对，是，嗯。哎，爸。差不多啊，我来等你啊。哦，准备到一只母老虎。我知道啊，加油！啊，呀，我慢慢来。我痛的你。我安尼好惨，就是咧查情，还是卖卡好啊？
去饮酒啊？想到跟我大做伙了，拢常常去饮酒，你想一个啥物啊？我你莫有白想，我是讲过去聚会，我无另外做啊。你看，我第一做啥物回来？这是我特别替你敬的，我知影即届啊。去啊！香港后，过来去日本，去日本就看下，相当难包。你这小贫户哦，就搞袂起这物件。我帮你跟你行李箱。慢啊！你的行李箱，我们当刚取得你爱心，应该放伫家。明仔早出门时阵，就当随刚取得你的温暖啊。啊对啊，啊我即早去日本，你讲需要替伊带什么物件回来？你帮阿爸讲，这物件回来就好啊。只要你啊，赶紧回来，其他都无需要了。终于，我妈来找我的时阵，我才发现，我甲伊已经无法度讲心内话啊。我真足怨叹的，一好好的家庭，奈变甲安尼。啊，不过佫无法度讲啥，我嘛袂当对阮爸妈生气，佫较无法度挽回一个已经破碎的家庭。姐姐，你失去的爱跟温暖，我拢有当给你。叫你跟我讲，我要安怎做才会用？我心内需要的，不是你会当给我的。你是讲爱跟温暖，不是很简单就当代替。你别记住我好吗？过到你孤单的时阵，我会还你干；过到你艰苦的时阵，我嘛对你艰苦。我知影，你想要一个完整的家，我想要给你。我比你想的更加爱你，你敢知影？酒醉啊！我无醉，我知影我家己伫咧做啥。我就是想要让你知影，我就是要爱你，我就是想要给你安全感，给你全世界。叫你万一这时候我会爱，金钱我不仅，我袂给你孤单一个人。心情，我不是无了解，是安尼做，等到我心情更加乱。刚刚你还别过，连做一个会当去的所在拢唔敢留落来。是你啦，家己惊着，我应该过去听。我不过静静，我要让你知影，我是想要爱你，不是想要伤害你。
终于敢要来送我。透早起过来的时阵，伊刚刚老早等候我，就毋知走去倒啊。毋知影敢有看到我留予伊的纸条。伊是过来跟我过去，才无想要看到我。敢讲真正是我，唔知影体会伊的心情，我都感受伊对我的爱。真正伊伫当作，毋是为着生平我才飞走的。哎呦，立信啊，啊你毋是讲要甲总会办迄个骨髓自体移植，啊办了啥款？都办好势啊！医生嘛为总会身躯顶，把健康的骨髓拢抽出来，即马随时会当进行手术啦。希望啊，一摆安尼会当安尼手术顺利啦。啊，安尼我来买一块营养的吼，把总会补一下咧。啊，佳佳，佳佳！哎呀，拜托你们，你较细声咧。会去甲总会查着啦。哟，叫他管伊香叫袂记哩，我就是讲叫佳佳陪我去买菜哩。啊，跑，我哩讲，恁查某囝吼，唔知倒一条神经，所以破掉，怪怪，反常。敢无？有两奈无？我，阿妈，你叫我。哟，我咧叫你啦。我若无叫你起来，你要困偌久啊？反正困几礼拜哦。你这查某囡仔真正怪怪咧，反常咧哈！课也无去上，规天就关喺房间，出内面工课无要甲妈斗做，你想啦？闭关咧练功夫哦，还是出内面啥物人惹你无欢喜，你袂爽讲话啊？妈，我无啦。你无，一面臭狗狗讲你无。好啦好啦，你就是安尼啦，啊明明就关心查某囝，啊问话敢袂出咧门口经咧，啊一个嘴干咧遐尼爱杂念。就算讲哦，伊有心思哦，伊嘛求到你咪香港甲你讲啊。佳佳，来，来，坐。若心情无好，会当找恁大嫂开讲。我相信恁大嫂一定真愿意做你的心灵导师。嗯。免啦，大哥，啊大嫂伊搁在休困啊，我莫去甲伊吵啦。我无代志啦，真是无代志。无啦，无代志就好啦。三千个，干嘛来买菜？啊？你欢迎我，做会报起来。嗯哎。阿姆，姐姐。阿伯，李靖哥。哦。
你是不是今日搁搞来？来，姨妹，我有话要问你。我问你嘞，你甲老子讲，自从你讲你送我佳佳回来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为什么我佳佳回来了后变成另外一个人？不啦，我无。妈，你莫有被牵拖啦，这跟志明倒无关系啊。啥个无关系？那无发生什么代志，你变成一个另外一个人，个性转变，较早都袂啊，你即马高高大细声应。规定我就不安怎啦，你莫管我啦。哎，佳佳，佳佳，哎啊，佳佳，你给我陪佳佳回来，好，我去就好。好啦，你有看到无啦？明明佳佳个性就唔是安尼哦，你跟我同款的话都唱袂调嘞。有代志唔讲，你看，你落去关心你查某囝，较注意一下啦。你安尼，你是叫是大家拢跟你同款一条灯啊，探脚床哦，哈。人哦，总是哦，某时阵无想要讲话啦。啊，你哦，唉。无参像你安尼，敢无像机机关枪安尼，安尼累累叫安尼，安尼弹袂停，安尼吵死人。赵先生，我咧烦恼恁查某囝咧，你啥啦？你较敖哦，怎么咧独吵？无啦，哪有？我知你是一个好妈妈、好大家啦，安尼好无？吼、哦。哎，行啦，行啦，行。啊，你唔是讲要买菜？我陪你来去买。行。好了，要李先生，今嘛从我准备要手术了，你也好好顾，我娘咪等来啊。我知了，妈，妈，再见啊。我想要去兜风。我开车载你去。我不爱坐车，我想要骑摩托车去顺风。你要去堤边海角，我拢陪你到底。我们都只是个凡人，有收获也就会有牺牲。雨的墙壁。就怕过去，但曲折也要映衬着结局，才更美的。我们都不是个超人，一辈子总会花掉几次的，跌了受伤，拍拍肩膀。整理并收藏，一切会更美的。I'm fine, I'm fine, 难过就自己哼首歌。I'm fine, I'm fine, 疼总是人生功课。嘿，委屈的只记一个，真心过更显认真。佳佳，其实我就喜欢你的啦。你看我的眼睛，看我的眼睛。啊，你转过来撩我，你就是要看我直接心里。我们都只是个凡人。啊，你敢有啥物话要对我讲啊？生活也就会有些伤。有啦，姐姐，我是要跟你讲，就算讲你不介意我，你嘛卖跟王永腾做伙啊。我那是真歹做，姐姐，应该无得你啊。姐姐。姐姐。你放心，一届我无可能，搁让你为我身躯边走去啊！我王志明的肩膀，你往里靠，知无？
谢。多谢你哦，真哥。都要在你后，姐姐，阿玲娜问我这戆的问题啊，因为我爱你啊。那呢？你是爱我多一点？是因为我的个性，还是因为我的外表，还是因为别项？拢不是呢。但是唔知安怎，我看到你就真有感觉的。但是我甲你讲，我喜欢你目睭大大蕊的，啊笑起来真古锥，身材足好，足辣的，迄唔是真正爱，迄是看你水，才会想要甲你做伙。爱一个人是无需要理由的啊，感觉对就对啊。我看你欢喜，我嘛欢喜，我敢为你做任何代志。原来这才是爱情。我嘛唔知，反正我感觉我即摆就快乐的，这是恋爱的感觉，无唔对，嗯。志明哥，其实我做很羡慕的，你怎会当这么快乐？姐姐。啊！你的意思是讲，你跟我做伙，拢无感受到龙阿的快乐哟？姐姐，歹势啦，是嘞啦，一定是我哦做了无够好，唔正哦。让你无法度感受到快乐啦，志明哥，其实我无达你对我这么好，我的家世足普通的，我只是一个司机的查某囝尔，生了我无介水，只是较敢穿啦，有时阵穿了无好，都会互人笑死台妹。啊，我是有偌好，我的家庭嘛有问题啊，我是一个私生子呢，台妹有啥物无好啊？我就是爱台湾啦，你莫听迄外口的，迄骂人哦，是台妹，迄拢是哦，各是家己怎样想法，啊，怎有品味，啊，其实巴肚内底无半片假名媛啦，知影无？啊，你莫开玩笑啊，志明哥。阿叔讲，有一天你发现我无你所想的这尼好，你敢阁会亲像即马安尼对我这尼啊痴情？我之前已经甲你讲过啊，我爱你，爱到甲惨死。你毋捌听人讲过这句话哦？啊？安尼，我看你也是赶紧变身起来别人好啊啦。阿伯，等下爱唔着人，我看你哦，比死搁凄惨。啊！你哪会讲遐无好听的话啦？佳佳，反正我甲你讲，这世人我爱你袂变啊啦。啊好啊，无你会当莫爱我啊，但是你嘛无法度阻挡我爱你，对无？啊！你讲安怎？是毋是我搁讲啥物话，让你生气啊啦？歹势啦！佳佳，啊，你莫胡白乱想啊啦！你放心，我王志明的肩膀永远给你靠，好，乖。乖，别哭啊！
钟伟啊，你到底要做些什么肢体什么呀？肢体的骨髓移植啦，吼！啊，一句讲也袂用话。我本来晓讲，我是紧张哦，怎啊要叫袂记得安怎讲啦？爸妈，希望我出水以后，阁有机会听你安尼读册歌。一定有机会。总伟啊，你放心啦，对不？佛祖一定给你保庇啊，你一定平安无代志的啦。对啊，这摆啊，你一定有法度把这病情安尼控制落来。啊，你若真正讲爱听我甲你妈咧搭水讲，会啦。等下你好回来哦。我的脚脚，你阿你妈生气，伊在搞搭水果，你听啦。嗯，大家爸妈，我一定会加油的。我时间差不多啊，终于给他取出来。哦。不会啊，我们坚定，一定没代志。钟伟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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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干嘛的呀？加油！加。邱巧慧哦，这是主委的办公室呢，不是领导呢。主委是替大家服务的，办公室嘛是庙的资产，我是会员。愿意来这坐，是我对咱庙有心。边点遐计先啦？你俩在讲，我唔知影你想要插手庙的代志哦。这唔是插手。这叫关心，不需要啦。去，我要等一位单主委在参详呢。单主委，文主委去挂休，敢讲你唔知啊？伊要去对，敢着搁阿破皮嘞？我明日才伊去对。哼，哦，安尼讲起来，你真是贵呢，啊？啊！你唔是咧臭大讲台湾全省所有的游览车、航道路，拢是你伫咧看的。啊，阮注意去挂休，安尼你唔知影，这到底是安怎？是迄啰游览车的稳将无甲你通报，也是讲你无够力？啊！啊！你唔是咧大声讲啥？要阻止所有的游览车来阮庙咧？啊！你都做看卖咧？我是庙的会员，太主也住的。我嘛希望这间庙香火旺盛，我哪会使去动人来挂香？你是和太祖爷安尼挂出庙的人呢？你搁好意思伫讲你是太祖爷的地主？啊，莫讲遐啦，可能我是打来，和太祖爷无啥熟识嘛。胜利好运在，太祖爷唔捌你啦。也若无太注意啊，吼，知影你这款的落水哦，早就把你抓去祭拜。咱拢替庙咧做代志，哦，求功德，应该就好好合作。我不想你即马过来甲我呛声咧。喂，你即马想要甲我合作啥？啊？我知影民俗馆拢你咧负责。你嘛知影，我甲民俗馆带来偌济利益，哦，今日若好好配合，一角银都袂减你。我甲你讲哦，踮即落所在，唔通靠我讲即款的话。好，不要紧，你若顾虑，咱约一下，外口桥，但是若桥袂好势呢，歹势哦，我甲实的。我甲你讲，你唔通侮辱我的人格哦。我是跟你豁出去哦。
你真好运，他会主要给你保庇。骗笑的，老魔人急的啦吼，敢死都赢人啦。就欢喜耶！啊，医生跟我讲，你即马只要每一礼拜等于回诊做追踪，啊，甲身体顾好，你的病情都会当完全控制落来。虽然即马我是无啥物困难，啊，不过手术以后，我的心情加足好诶。我感觉我家己的未来已经充满希望啊！我要让我爱的人拢永远快乐。慢走。我嘛要我爱的人幸福快乐。立新，有你的爱，啊，搁有两边的亲人，互我支持，我就有这勇气跟力量，会当坚持到今嘛。我一定要赶紧好起来，安尼才袂互恁失望。我再去睡。我看你今摆都已经好一半啊，啊明仔再困醒，无你家都完全好完啊。你说我敢不敢着？咱比的，一定进入到，都要正式开始啊，留着我。别吃爸爸。哦，欢迎欢迎，请坐。上中，咱都无交陪过，唔知今仔约回来有啥物代志吼？多谢。我是一个普通的生意人，啊，最近呢，都有机会含庙的人结缘，做太祖爷地主，所以要向大家交陪看卖，看安怎促进地方的进步甲繁荣。我想王大署长，你应该找唔到人啊啦！你爱找的是地方上有头有面的姓苏头人才对。哎，你也先过去啊！哦，我有探听过，你也准备选里长，实力也袂歹，乡亲也甲你肯定，啊，做人阁对人好，吼，所以我找你绝对唔对。里长阁选会掉？所以我就无法度跟你讨论这问题啦。哦，这你放心。人讲算计无师傅，用钱买就好。我一定替你搞定，一定当选。是讲我跟你也无任何交情，你现在要再听我？哦，这是安尼啦。哦，顶需要找一个真正要替顶做代志的人。哦，我想即马迄个李长甲主委两个阿母做甲好，乡亲啊批评，佮意见遮济，你看，敢袂使佮分两个乌白母嘞？看起来哦，你看你这对阿阿母探听真清楚呢。人讲吼，好事为重，歹事传千里，
哦，因两个阿母母安呢，我免专工去探听，人就走来甲我讲啦。我到啦，别那个悲哀啊。所以你一定要动算，等下乡亲唔叫好去。歹势啦，我嘛是较直接的。我若真正当选里长，对你到底有什么好处啊？哦，我即摆是袂有信托，来当我看到地方的反应甲进步，乡亲的生活来当改善，安尼我都有解答了。你真正做有心的呢？莫安尼讲啦，入乡随俗，会当替地方出钱出力，做一寡代志。这嘛是功德啊，敢不是？对对对对，来来，林姐姐啦，多谢多谢。是啊，想讲来轻松一下，只好去停车等下过来。哦，酒嘞？仲义，你较细腻啦。你哪一个名单嘞？啊，倩倩嘞？啊，伊飞出去啊！所以啊，今日我是单身贵族，唔对，我是黄金单身汉。所以啊，我要好好阿生，好好 happy 姐。你跟倩倩冤家啊？无啊。你卖个恁妈啦！啊，倩倩是要去倒位啊？别问啊！我就是啊，爱甲家己啊，你喝醉啊，别搁去想倩倩的代志啊。倩倩，要去倒位，无重要啊。你别搁回来，你别搁回来啊！你甲倩倩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别管啊你！恁一个是我的好朋友，一个是我的小妹，我哪有可能不管？是，我是甲倩倩冤家啊！啊，到底你是为虾米，要甲所有的时间拢让咱夹走？敢讲，你是感觉我无法度予伊一个安定的生活？敢讲，我们结婚真正有这困难？倩倩跟我讲，要跟你结婚。伊无安尼讲，不过，伊一届过一届飞出去，予我感觉，伊是愈飞愈远。我唔知影伊一届是毋是转来我身躯边。这种啊，咱大家注意，真正予人足艰苦的。我了解啊。妹妹。恁也感受真深啊！你之前等待我的感情，应该就是这种的滋味啊。过去代志就莫阁讲了。啊，不过我过去啊，甲你想甲这么深，我的心内一直对你有亏欠。我今摆才当了解，你过去的痛苦啊，就算已经无法度弥补啊。不过我还是爱甲伊讲，是的。遐代志拢已经过去啊。无，遐代志还袂过。我感觉就是因为过去我伤害你，所以今嘛我才会受到这款报应啊。妹妹，我真正足艰苦的，想为虾米？
爱情的人，会这样尔辛苦啊？你莫想遐尔多啊！我相信芊芊是爱伊啊。你爱不是伊，你哪会知影伊无想要离开我？宗义啊，你是你妈仔啊？你看我这样尔痛苦，你该就怀疑才对啊！你为什么无跟我笑？笑啊！宗义，我唔管你真罪还是假罪，莫对人来去酒笑。没跟我管。你醉咖呢？身体痛，行啦，来等啦，行。我不会走啦，行啦。仲华，仲义，你先回去啦，行。阿五哥，叫你先回去啦，行啦。我不会走，行啦。别给我管啦！我走啦！来，宗义。你即马拄着的代志哦，我是拄比你搁较侪啊。我也绝对了解到你即马心情艰苦的所在。你即马这种感情的苦涩，我会吃比你搁较侪啊。其实伊甲芊芊的感情哦，已经真甜蜜，嘛真稳定啊。只不过是过程当中哦，小小小的波折，真紧就过去啊。无亲像我。甲亚芳的感情是无得阁挽回啊，为爱变成恨，这才是让人真折磨啊。是啊，是啊，啊因为我的代志啊，可能是去过去的伤心事啊。不要紧啊，我是希望讲你哦，莫阁因为你的感情代志来困扰你家己啊。你讲我拢了解，阿姆哥，你讲我甲芊芊无问题，我是无爱乐观啦。即马我是烦恼别个，阿芊芊即个飞出去以后，就袂得了我是孤兵安怎？不会看短视啦，顶好别乱想啦，好不好？四哥，你之前面对亚芳的时阵，你敢拢袂想伤多，阿拢袂丢丢？无对卡，三个姑娘我唔对啦，你已经走出婚姻痛苦啊，我袂嫁你婚姻，咱拢无应该啊，把婚姻绑掉诶。你莫甲三哥酒话动心啦，兼过我也是鼓励你哦，要么去追求你家己的感情、家己的婚姻。只不过，这几个当中内面啊，有真侪苦、甲甘。一代的人生哦，去试看卖啊！你这拢还袂试，你就放弃啊？这是种遗憾，你知影无？四哥，多谢。少年的啦，你真奇怪呢！到阮包你翘话柄，啊喊到大细声，你敢知你影响着阮家的生活哈？阿姆，我唔是挑工啊，找麻烦的啦。迄是因为佳佳无接电话啊，啊，所以我只好来交了人啦。吼，啊，阮佳佳无爱插你，你着用这种罗马步数硬冲到阮家要找阮佳佳哦。哼，有迄种老爸就生这种囝啦。阿姆啊！即马这个社会吼，真正是安尼，什么人较有钱有势，什么人就是老大。
像阮爸爸就是啊，阮爸爸吼就是做裁条的，乌白两道吼拢爱互伊面子，就是安尼，伊的事业毋才愈做愈大。阿姆，你放心啦，阮家的财产哦，通啊，互恁全家伙啊，食啥拢食袂了。那恁家有偌济财产，甲阮有啥物关系啊？当然嘛有关系。等我若娶佳佳了后，恁就是我的丈人甲丈母嘛，我会好好啊甲恁友好。哎呦，笑死人！我才无咧稀罕呢。就对，呾恁家呢，拢咧开迄个酒店啦，啊无就啥物咧乌迄个沙石啊啦。哦，恁咧做生意哦，拢过习惯江湖上迄款生意，即阮即古意人，阮甲恁袂输配啦，袂晓。我甲你讲啦，阮绝对无可能答应哦，恁即种人讲佳佳来往啦。阿姆，即嘛毋是古早时代无流行指腹为婚，也是相亲啊。啊，阮即嘛少年的吼，拢嘛流行自由恋爱，无人伫听恁老伙仔的遐啦。哎呦，你即嘛是安怎？真是要把阮两个老阿兄害着对啦？哦，阮倒无怀疑你，你甲我出去，出去！哎，阿姆，我是你讲事实，我毋是要甲你呛声。啊，你若无介意听，我甲你回信嘞，歹势歹势。咩？我想都袂起。是安尼。你拄只讲哦，即马这个时代哦是自由恋爱时代哦，啊，这句话我是赞成啦吼。啊，问题哦，嘛不是讲阮两个老的吼，安尼要来阻止你跟阮查囝来往啦。啊，是阮查囝哦，伊都安尼无介意你，啊，伊嘛无爱接你的电话，啊，这款的感情问题哦是明的勉强的，既然甲对你无意思哦，我看啊，你就另早死心啦吼。我等诶。你那爸咧讲，你有听到？听好清楚无？啊！莫安尼面皮去厚厚，定讲查某囝咧高高低啦。自迄天安尼食食啉酒，就转来到今嘛，心情是歹到安尼哦。我看到房间无出来哦，含出来无去烫咧。哦，安尼我应该知影伊为着什么心情无好。伊伫房间嘛，我来找伊讲。哎，你等下。喂，哦，原来阮查某囝安尼无欢喜。是你啊！啊，你还搁较早会这乱，啊，即摆要搁骗你房间啊？无啊，你即摆是当作我的查某囝是安尼作凊彩的啊？无啦，阿伯，你莫误会啦。其实我甲佳佳关系袂歹呢，毋是恁想的安尼啦。佳佳伊刚到到底啉酒吼，其实阮两个吼。你莫跟我白讲话哦，啊，我甲你秘密啊。佳佳，原来你真正伫房间啊？我即马无想要看你，你给我出去！你出去！你怎么得给我出去？姐姐，你来！好，你莫激动，好。你今日心情无好，我定讲才来找你，好。我出去，我出去。阿伯阿姆，我先来。你紧出去啦！我紧出去是阿伯啦。姐姐，妈问你，姐姐，来，姐姐，姐姐。你看安尼啦，跑啊！这些个乌糖的哦，到底是你母啥货啦？看拢无嘞，敢问也唔应啦！你看，娶你搁入去啦！哎呦，哎，伊刚刚啉酒醉转来，是志明带伊转来，结果今仔听个，伊是到乌糖的去呢。啊，到底是安怎？啊，是伊三去，你是不是啦？啊，你问我，我哪会知？赶紧啦，赶紧啦！听到无啥？那即马哦，咱家只心情也无好。等咱心情好的时哦，你才该问、该关心一下，吼。玉丹啊，敢真正有要叫小姐你来坐啊？
什么代志？无啦，无什么代志啦，找你饮酒啦。你骗我来这就是要饮酒？无骗你，你敢来？平常时你也无要插我，我讲话你也无要听。我会记得咱顶届坐落来开讲，敢那是足久之前的代志吼。大家看到我，你不是怕我，就是骂我。你家己的行为要家己检讨一下，吼。有什么代志讲啊？爸，你拄过这么多查甫人，你敢有真正爱过倒一个？你母啊叫你来问的。不是啦，是我家己要问的啦。爸，你有真正爱过谁无？当然有啊，哪会无？那呢？你是安怎甲伊表达的？啊，伊是安怎接受你的？你身躯边毋是真侪小姐，手一直就过来，迄哪都是个人干。爸，即个我拄到一个吼，甲伊拢无共。是拄一个查囡仔，互你遮解？这无重要啦。爸，我是想要知影真正爱一个人到底是啥物感觉。你讲迄个查囡仔是毋是佳佳？爸，我就甲你讲，这无重要嘛。我甲你讲，你毋通为着志明两个结气，拼命做，故意对伊佳佳。爸，我想要甲伊上，迄是我家己的代志。我唔免为着要证明家己，就去甲人抢女朋友。我王耀腾阿妹啊，身躯边规堆的啦，唔免去甲人抢。好，我讲一个查甫人感受来听。这个查甫人身躯边若捉着小姐，画来画去，但是伊心爱的人无伫边啊，迄哪有啥物意义？对，对，就是这个感觉。我感觉我用为着伊，我啥物拢无的，甚至讲甲酒店、甲交警收起来，我拢会用的。只要伊愿意接受我，迄个查某囡仔无简单哦。不是伊无简单，顶多是伊伤过简单，简单到我愿意为改变。阿内娜都去问我，啊？你家己知影这个感觉就好啊，对不对？恁爸家己教过了，吼，叫你好好做人，把这间店收起，讲甲有嘴无呐，拢无听。起码为着一个查囡仔，哎，恁爸较输一个查囡仔呢。爸。你卖误会啦，你那是输伊个查某囡仔啦，无啦，你卖误会，卖想遐多。好啦，不管啥物原因，只要你若要改变，我就欢喜啊。只要你若有决心，哦，这间店的代志我该替你处理。爸，多谢你。免多谢我，哦，多谢你的小姐啦，哈，伊会当让你改变遮多。甲带倒转来，都有人替恁爸管理。爸，我见你。来。我吃饱了，啊，大嫂嘛吃，伊在休困啊。哥，你昨天在看大嫂？是啊，啊，今日爸妈去参加社区旅游，我了烦恼恁大嫂一个人伫厝的哦，不能无物件偷吃。哎呦，爸妈无伫咧，搁有我啊，你放心啦。那讲到你哦，我就无啥物讲你。
最近听你连房间都唔出来，啊，问你发生什么代志也无爱讲，我无等来给你看一下，讲实在，够别放心的。啊，都要期末考啊，我咧闭关读书啦。哥，你真正足体贴的呢，我种闲散打扫吼，会当找到你这种痴情的好男人。你是安怎啦？那才感慨啊，是咪感情上拄着什么困扰啊？我不是跟你讲，会当找恁大嫂开讲，啊，你无甲请教者？有啦。我相信大嫂一定也有跟你讲，其实志明哥伊对我真正足好诶，我伫咧考虑爱接受伊无。你咧考虑啥？喜欢就接受伊啊，无喜欢就莫接受伊啊。要是你嫌志明无够缘投，无够老，要是你嫌伊厝内无钱啊？不是啦，哥，你跟哪？你哪给我看到这现实的？啊，你就对啊！啊，你今摆在考虑啥？啊？我咧丢毒，无得卡，不是志明哥伊无好，反正是我配伊袂起。是安怎？你条件比好济，你最近真正怪怪的，当时变到这么无自信啊？因为命运在创敌人的啊，可能我甲志明哥注定就是有缘无分吧。你甲志明的状况，甲我参你大嫂的状况无同款。你无参像阮头前有真侪阻碍，我即马看起来都是妈会甲你细细念念，无遮严重吧？我再讲，我感觉志明这少年真也袂歹，你若介意，就勇敢接受伊啊，无需要顾虑遐尼济啊。阿妈一边吼，我会替你讲句话好话啊。哥，其实志明哥伊真正对我足好诶，而且伊阁对我付出足侪，就是讲。我不接受伊的感情，我嘛想要报答伊啊。啊无，我心内足袂得过。我咧听起来哦，你真在乎志明，都表示你心内有伊。要么你佫甲我讲，你无得接受伊，所以莫讲是志明啊，连我都听无啥彩。这份公文，麻烦你替我整理一下。好。对嘞，歹势嘞，阿姨刚对你这么大声。我无要紧啊，只是你不应该对重要的歹声啥。我先啉啦，过一暗哦，卡收卡急吧。严格我拢是为着你甲钟医好啊。中医是因为倩倩的代志，所以才会。我不是讲倩倩甲中医，我是讲你甲中医啊。我甲中医今嘛只是单纯好朋友尔。我唔对啊，严格你甲中医，捌有感情过。伊个时阵，中医嘛需要你的安慰，所以恁三个人感情就变甲真复杂。严格最后受伤害的人是你。我相信中医对你家境无亏欠，虽然讲即马中医甲倩倩因的感情出了问题，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一定能解决的。我是希望你唔能够重蹈覆辙啊！一个是我小弟，一个是我的朋友，
恁两个人，我拢会去保护。因为我比任何人拢搁较清楚，人伫咧脆弱的时阵，感情是上危险。我希望讲这话，你会当了解。我知影，多谢你对阮用心。你能了解我就放心嘛。真过希望你唔通认为讲，我是一个遮尔绝情的人。袂啦，我看你对你的情母结婚，我就知影你绝对唔是一个绝情的人。歹势啊，我是不是无应该去讲着伊啊？要紧啦，伊的代志，我嘛再去面对啊。啊，你即马敢要去关心伊？不。所以你打算永远拢无爱甲伊有关系啊？我嘛想过这个问题呢。凡是有迄天，我去关心伊，嫌过。也唔够啥，也唔够我知影，我不应该甲伊搁任何牵连啊。假使若真正有迄天，我希望有人会当阻挡我。感情、家己的婚姻，只不过这几个当中内面有真侪苦、甲甘，一代的人生哦，去试看卖啊。倩倩，你今摆等伫个33000英尺高空下做工课，我只想你，袂用背给你的是无边，所以我伫跑步机上再来甲灌鼓励，感觉家己甲你无遐尼远。倩倩，你应该已经在香港上空吧？拄只我走去吃你上爱吃的叉烧饭，啊，记住家己哦，莫伫个香港陪你。啊，不过一个人的叉烧饭吃起来哦，一点啊滋味拢无。我来过去吃叉烧饭时阵哦，是因为有你陪伫我身躯边，才遐尼好吃。倩倩，你本就寒对无？我给你的暖暖包，希望啊，会当给你一点温暖。对吧？虽然无日本遐尼寒，啊，不过我的心，亲像是寒流同款，真冷。我想啊，我应该是破病啊。啊，不过我知影，我家己不是感冒，是想要思念你的相思病。当时你才会飞回来我的身躯边，你的心是不是把刚进来的人做回来？我真希望你的心会当在我这降落，永远莫阁飞走，因为无你的所在，真冷、真暗、真孤单，你敢会知影？姐姐，姐姐啊！姐姐啊，啊你找我创啊？我休困足久啊，
上久无回来，今日给我开除啦。我哪可能给你开除啦？我已经跟你讲过啊，这间餐厅哦，永远欢迎你回来啦。你莫误会，我唔是等来做米汤的啦。想讲你对我真好，我应该好好报答你。你的餐厅都开无偌久啊，当需要人。你若是有啥物需要吼，做你吩咐，莫客气。会当哦，逐天看到你，对我来讲哦，一定是同大鼓励啊。姐姐，你给我拍一下。拍一下。真正不是做面包的吼。光头白日就你面包，我伫餐厅生意会遐歹。王浩腾，你是破病鬼还是伫阮餐厅有装迄个监视器啊？闲到遮遮一日啊，你后脚会打你来啊？无需要遐麻烦啦，我找一个少年徛喺门口就知影。你是头壳有问题，你逐天甲我定定要怎啊？谁要定你啦？我是要找遮遮。黄世明，我跟你警告，佳佳是我的女朋友，你不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哦。你有没讲？佳佳根本就不介意你，你竟然先声夺人，讲伊是你的女朋友，你这招有够卑鄙的啊！什么先声夺人？你刚开 party， 你刚我跟佳佳在。黄耀腾，你莫白讲话哦，阿伯会帮你耍。无紧，佳佳，你讲啊，你讲啊，佳佳。伊今仔有讲啥物代志哦？欺负你哦！我甲拍他做到白啊！我甲姐姐代志都袂甲你管呐！志明哥，这是我甲王友腾之间的问题，我会好家己处理啦。袂呢啦，姐姐，伊是杰少林的，伊做代志我袂放心。志明哥，我就甲你讲，我会好家己处理啊嘛，袂你管呐！王友腾，出来讲，出来讲啊！紧的呀！想到那暗的代志，我就准备开刀跟太阳去。好，你较冷静的，你先别激动。佳佳，我一直认为讲咱两个人是互相依赖，所以。谁该互相依赖？我根本就是让你，我根本就让你。佳佳，卡叔讲那天的代志。对你造成伤害，那呢，我就要跟你回信嘞。啊，不过你也知影，我是真正有影介意你，我早就已经把你当作我的女朋友了，所以那天的代志我绝对会负责。以后你要叫我做啥，我就做啥。我会因为着你把酒店关起来，我会因为着你以后拢袂去夜店，嘛袂去拍戏啦。你找佳佳。就是我王友腾上好一个女朋友，想要做你的女朋友啊？你敢不知影？你在我身躯顶留落的伤痕，是我一生拢无得放袂记的。佳佳，现在你一定要把这件代志当作是伤害。你敢不知影我有多爱？我就是因为太过爱你，所以才会做出这么冲动的代志。我无想要再听你讲起暗的代志啊！你嘛不准跟别人讲。好，你莫生气。你要爱我做什么代志，我拢照办。好，我要你即马就离开，以后拢莫来找我。佳佳，你莫为难我，我即马真正无法度放弃这段感情，我拜托你。就算讲我赎罪，你给我留在你的身躯边，替你疗伤，好不？好，你唔走是？我走。佳佳，佳佳，你走。佳佳。
你等你姐。是你黄刚叫我入来在等你。我看，我这个办公室门口应该搭一个新人附近的牌啊，无，什么人拢会当你来啦？我是咧关心你。感谢你的关心，你会当走啊？请。我来关心你的代志，话都还未讲，你要叫我走？那是我用请你，不爱出去，我报警啊！老爸关心囝，敢无办法笑？你有啥物话你紧讲，我无时间同你伫遐抬杠。我是要问你含佳佳的代志。何先生，我含佳佳的代志是我私人感情的问题呢，和你有啥物关系？你莫插手好无？若不是你含玉腾同款爱一个查某囡仔，我连问都袂问。哦。原来你是替你后生王永腾来探路呀，无怪你会讲较济，安尼拄啊好啦。麻烦你何局长，转去甲你后生王永腾讲，叫伊哦，莫让你无在台负责任哦，搁试过去欺人查某啦。你好好甲考证一下，嘛算讲哦，是做一个功德，好啊，你会用走。讲你买啥物做啥物业？你做啥物？你家己知影，你敢问我？你做哪啦？阿伯，你莫安尼啦，你该放开啦。钟明哥，你安那无啊？我讲啥？来听讲。我给佳佳对这边靠，应该来相转银两的。哦，无紧啦，我无代志啦，佳佳。我无是要和这个何局长讲话，麻烦你请伊出去。阿伯，先辈啊。我来着。佳佳，我这个后生哈，个性有较冲动，人真有情，你来好好对待，啊。你莫替你后生王永腾讲话啦，伊是啥物款的人，大家拢知影啦。有哪无？你听听未？有诶。啊，好，我开始了。啊。哎呦，这样是安怎？啊，那傲姐疼到安尼啊！你想做阿姐不对？袂呢，会疼啦。阿伯，等下来看医生啦。无紧啦，我休困一下就好啊。嘛是恁大有听笑，多谢嘞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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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见。一定啊！哎，这回要放对。哎，更加的好，更加的好。好好。看嘞。对对对。我猜着吼，真水。啊，歹势，恁大家咧无闲嘞吼，多谢恁啦。啊，我无闲做恁啦，好。好好好。嘿嘿，我带来下票嘞，多谢多谢。弟弟，恭喜啊！没啦，多谢多谢多谢。多谢。哎，蔡爸，恭喜哦，恭喜哦！多谢。哎呀，你足无简单嘞吼！哎，你对安尼，我你选掉嘞。你是大伯去嫌，跟我打天线嘞。来来来，对啦，哎，拢袂记嘞，内面有我一票的哈。那不代志，我来下票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无用做你啦吼，哎，卖耽误你的时间。恭喜啊，恭喜啊，恭喜啊！我打死电话来啊！我老弟啊。啊！你现在是伫安怎啊？你安尼带人去庙，安尼乱无够。啊！即马来你丢家，要乱来投，这好你袂当乱来哦。雷板发烧，袂讲啥。这边我选去王大叔，你把我斗相共真济呢。啥？你叫罗满甲你做算？你讲话较客气哦。什么罗满？那王大叔长是生意人。
哎呦，生理人，哎呦，拜托个，伊若是生理人，我跟你讲，世间就无歹人啊啦。跟你斗三工，你食较歹啦，人伫受空受空要利用你啦。万万个啊，你莫在那讲我是王娃还是白娃，我利用你顶的能力甲魄力，促进地方的欢迎甲发展。会当予咱乡亲安居乐业嘛？你咧讲个利用是毋是这个意思啊？哎，王大爹，我甲你讲哦，吼，你安尼吼，伸手入来庙内要食迄落民俗馆迄块饼，啊，迄是好加在咱太祖爷材料真在地个啦。啊，你即嘛安那？随个坐对遮来，要找李长，啊，要甲李长洗脑就对。王大所长。连小官的纠纷，感情才跟你有关。李长，迄拢是误会啦。什么误会？六岁拢是同款啦。蔡华，我跟你讲，你甲这种人吼，一定爱切乎你分好清，啊，无再办你就会撑起啦。蔡华，我。妈，你 QQ 啦，你即摆当作我跟你什么关系？无啦，我顶摆何以带因啊，甲我拍着伤。我是咧讲吼，你若要甲人合作，唔通甲这种人伫合作啦。我要甲谁合作，那是我的代志，跟你无关系啊。你若无欢喜哦，后边出来算啊。谁算就谁讲话，啊，不过真歹势，即摆为你讲话异地，请你点去。我真正无看唔着人，你只要打动算，我就看到你欺骗。我相信吼，咱乡亲有福气啊。王大爹，只要你离开这个所在吼，这都是阮的福气啦。好啦，你要对我安怎样，迄拢不要紧哦，千万唔通欺负阮某啊。真歹势吼，啥是恁某？那已经离婚啊嘞，那已经无任何关系嘛，无任何情分啊。请你莫来干涉我代志，去跟我一寡有话无的。无啦，请。啊，李，我先去嘞，吼，希望咱老麦吼合作会当顺利。好，多谢呢。哦，谢不谢？多谢。哎，慢慢呀。啊，是嘞，是嘞。啊，孙家，我那说定了。哎，是。喂，请。我来小弟，没用这个。喂，阿伯啊。是啊，最近怎么在？确实是家里阿定来无唔对啦，啊，不过到今嘛，拢找袂着伊。阿母嘛讲，真正无去找伊啊。我其实是唔知影，啊，真正醒来到底在想啥？好，阿伯，我来找到真正了，我搁家里联络。好，拜拜。这样这个出去就未够等。我知影，我拢知影。我飞出去一几天，我想出差，我才发现，原来我有这么需要你。
你无伫我身躯边，我真正足孤单嘛，足寂寞的。我刚才有你传我遐个情绪，你来安慰我，你来支持我。我问我真正毋知影要怎度过，结果讲你无伫我身躯边的日子。今日安尼，你有答应我，永远拢莫离开我身躯边，好吧？早顿啊，张梅，小别胜新婚，吼、哦，穿伊体操，原来你的温柔够体贴，就要看外表现。想叫你啊，爱安尼进步啊，像我这款的，100分的男朋友，甲未来的老公，你拢唔肯嫁啊？啊，我当然啊，袂对你这么好，较袂啊，甲你失败。哎，丁姐，你啊，若是大刚啊，拢想要食这伊。丰盛的早餐，那你明仔啊，你就跟他去公证结婚，做李忠义的太太。哎、欸，那还很凊彩啊！你是不是有资格做我的老公？不是讲准生呢，是我替你拍分手呢。我来观察看嘛，你到底有一百分无啊？嗯，这很麻烦。等等，早做会啊，无跟一般的阿不同款啊。给我啦，给我啦。哎、欸、哎、欸欸，你个黑鼠狗！是遐着急来安尼啊！搁再讲，我顾做代志爱考虑啊，尤其是我唔知我敢会有心啊。袂，你还真正有心啊，也无要紧啊，袂得啊，我嘛已经准备好做一个好爸爸，嘛做你的好老公，你们惊？嗯？吃早餐。嗯。已经厝因我拢骂你个，要礼拜半个礼拜都个人叫。嗯，我惊讲我去暗，我伊讲遐话，我过来无方，伊过来生气啊。嗯，啊，厝里细汉才大汉哦，啊，唔知讲偌济代志，我无欢喜啊，啊，真正被欺负早气死啊。好啦好啦，歹势，我知影我应该让你生气啦。爹妈，你看，这是我为一碗面汤来买给你的珍珠粉哦，你吃了白泡泡又咪咪，青春永驻。你这囡仔哦，你老的老啊，什么青春永驻哎？哎，你今麦做你丢呢，当然爱青春美丽啊，对不？恭喜你哦妈。嗯，你哦，你莫讲一挂话安尼，我讲起我就欢喜呀啦。我即摆去记条条，够生气吼！不是生气，是艰苦。我本来是要来关心一下，互你讲的话，你搞我怨叹。谁敢我这妈妈哦，最后够失败。是嘞啦，我迄个时阵，我甲钟义大做伙，就常常咧冤家，我心情嘛足烦的啊。所以想着啥讲啥，
无顾着你的心情，是的啦。好啦好啦好啦，那这样回去就好了哈。大家回去要准多抓啦。你是讲哦，囡仔呢哦，个人感觉心情足好啊，笑眯眯啊，安那，嗯，阿玲，安那大不在家？有影哦，啊，是安那解决的呀？无啦，就即阵我飞出去时间较久啊，我就发现我现在就想中意的，我爱想着我爱啊。规日我是苦病，我食足孤单，我足无安全感的，所以我感觉我该好好爸。爱怎样好好爸爸吼？哦，讲完这查囡仔，这个叫做小别胜新婚。你这么只确定讲你较中意的感情，我都紧过过啊，搁咧丢丢啥哈？唔系啦，妈，正经我甲庄家因为大做伙，但是冤家，我对阮未来结婚的日子，敢会幸福？就不信心的啦，买啦！哦，你这查囡仔，你想咧想啥哈？哎，三心两意，好佳哉讲中意对你真有耐心。你若我再别个查甫人，我早跟他不会虾米代理啊。沉默安静的对话，我逃。